连长，停下！刘连长，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。你怎么叫大家伙走，连声招呼都不打呀？嗯，何东吧，已经够麻烦你们的了。再说呀，我们呢也是不想打扰你们，这才……什么打扰啊？咱们都是穷苦人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啊。 你这是不把咱们当朋友啊！这，哎，这个篓子里啊，都是草药，能治什么病啊，我都写好了。来，收下，收下啊！哎，乡亲们，这，哎，收下吧。哎，乡亲们啊，把咱们带来的东西，都送给红军吧！啊，送吧！哎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乡亲们。 这些都是乡亲们的心意，乡亲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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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代表大伙谢谢你们的好意。可是啊，你们也都不富裕，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这东西不能要啊！哎，刘连长，你这话就不对了啊！你要让大家伙饿着肚子爬雪山呐？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大家伙说啊，收下吧！何东吧，何东吧，我们呢还有炒面。 再说了，路上我们找一些野菜野果的，也能将就，是吧？哎，刘连长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这可是乡亲们的心意，不是我何忠祥逼着大伙送的啊！你们不收可以，咱们就把东西扔在这儿，看你怎么办啊！哎，乡亲们，把东西都扔在这儿，咱们走。何东吧，何东吧，乡亲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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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你们一定要记住红军的纪律，保证顺利完成任务。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大家出发吧，我们在德国会师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同志们，再见啊！ 加油！希望这一次你不要输给我，好吧？康威教官，以往我也不是每次都输给你啊。你这个自信虽然没有用，我是非常喜欢。哼，卓玛小姐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 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开始。好了，我也好了。康威先生赢了。达瓦哥哥，你稍微慢了一点。 卓玛小姐，
下一个游戏是一个真正男人的游戏，会让你很刺激。刺激？什么游戏啊？是个牛仔游戏，在我们的老家内华达州常玩。但我告诉你，这个游戏有的时候人呢要送命。你是在吓唬我吗？你们会送命？你是在担心我还是担心你哥哥？我当然是担心你们两个了。在我看来，我不希望任何人受到伤害。卓玛小姐，你还是担心扎我吧，因为我的枪法是非常的非常的好，你哥哥他的手谁知道。康威教官，这次我是一定不会输给你的。我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磨枪了。扎我，我告诉你，我是没有狗朋友，但是这个枪已经是我很多很多非常好的朋友。那就开始吧，卓玛。你们是要射水囊吗？是的。那可不能射偏了。没问题，佩拉尔这不是会取子弹吗？没问题。康威先生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达瓦哥哥，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玩这样的游戏，是想证明什么吗？卓玛小姐，还没明白吗？男人必须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炫耀。康威教官，但愿我不会成为你炫耀的牺牲品。达瓦，行动证明一切。卓玛，发令吧。达瓦哥哥，卓玛小姐，哎，卓玛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打得怎么样呀？你看，打了平手。没错，卓玛小姐。那现在，卓玛小姐，闭上眼睛好吗？干什么？你别问干什么，就闭上眼睛好吗？睁开眼睛。积木盒是送给你。这大娃告诉我，这个地方最贵的积木盒，现在我有了。我爱你，现在我有了。所以卓玛，我想再一次向你求婚。你让我找这个亲母盒，就是为了向我妹妹求婚啊？是啊，上次我向她求婚，她问我有没有这个。在你们这里，是不是求婚都要这个？康威先生，你以为我说的亲母盒就只是一个空盒子吗？不是，不是吗？不是，它是一个故事。
一个故事。对。什么样的故事？我也想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故事，只是那个故事只有我阿爸一个人知道。那就等于你又一次拒绝了我，对吧？福宝妹妹，我已经看出来了，康威教官是真心喜欢你的。康威先生是个很可爱的人，只不过我的心不属于你。那你的意思是已经属于别人了？不不不不，我指的是我的心还在我自己的胸膛里，我在等待着那个人。哎，那就太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可能你等待的人到了就是我。康威先生，我说的是在等待青木盒的故事，可你送给我的只是一个空盒子。那是。不过这个盒子很漂亮。朱木小姐，朱木小姐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对你的爱，我不会轻易放弃，我会一辈子爱你，我还会向你求婚。你什么这个阿爸阿哭，这是青木盒的故事，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说实话吧，康威教官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这个妹妹卓玛呀，从小就是个鬼精灵，这个青木盒的故事没准就是她胡编的。老爷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桑吉老爷，你找回来多少人呢？回老爷，找回来20几个人。独腿泽人和六指工部他们带了多少人呢？独腿泽人他们有40几个人，工部他们大概有50多个人。这样再算上索朗的45人。那就是150-160人，足够整编一个连了。老爷，您说的是九龙湾的索朗？怎么，你不愿意他们加入我们？桑吉老爷，这个虫草老爹可是我抓来的，这要让索朗他……你担心索朗向你报仇？是啊，桑吉老爷。你好好想想那天的事情，要不是索朗从中使诈，你能抓住虫草老爹吗？什么？索朗他？索朗和你一样，都是我忠实的仆人。那他为什么不在九龙湾杀了多吉土司呢？哎，你现在还敢来见我？桑吉老爷，如果杀一个土司像杀一个马贼那么容易，你们乐藏家为什么？你闭嘴！你来这儿就不怕我杀了你？当然不怕。我虽然没有完成与你的约定，但我得告诉你为什么。说。第一，你不该那么快地杀了虫草老爹，还把他的尸体送回去。我本来有机会杀了土司的，可你这么一闹，一点机会都没有了。你不是九龙湾的大头领吗？你说话还算话吗？老爹死后，我当然是九龙湾的大头领。不过我也跟你说过，那个扎西一直不是很服我，正是他坏了我们的好事。那你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杀他是迟早的事，但不是现在。桑杰老爷，是你买通了哈巴雪山的格赞一伙，抓走了虫草老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哼，桑杰老爷，你看。你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就是格赞他们留下的民团
哪会有这种东西？就是他，露了马脚。这是扎西给你的吧？没错。藏吉老爷，你为什么不把民团的枪给他们用呢？哼，我倒是想，索朗，你失手，我不追究。这件事。 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我愿意为桑吉老爷效劳。桑吉老爷，我看索朗这个人阴险狡诈，他未必会……你放心，他来了还是你的属下，威胁不到你。你现在要做的是，去和杜鹃山和普达措，把责任和工部拉拢过来。英明的桑吉老爷。 这事儿，这事儿恐怕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前些年民团没少围剿他们，现在突然让他们归顺，他们只要我喂养他们，土狗是喜欢变成家狗的，不是吗？是，是。哥哥，找我有事啊？哥，哥哥听说没有？哈巴雪山的马贼哥在他们一伙被红军打跑了，死伤不少。我听说了，红军帮了我们的大忙啊。嗯，马贼哥在一伙势力最大，只要他们倒下了，其他马贼就好收拾了。现在又是走马帮的时候了，也是马贼们作恶的时候。我想，想什么呀？ 想什么就直说。我想趁此机会，率领民团剿灭他们。哥哥，普达措和杜鹃山都有我的人，只要他们一出动，我就能。以我们民团现在的实力啊，要想打败马贼，不现实。达瓦和那个杨教头还在，我想让他们训练民团。 您看，哎，这就是我的意思，啊，跟那个达瓦说，让他多留些日子，好好的帮助我们训练民团。嗯，好。哎，等等，桑杰，听说又去找王大龙了？啊，这几年中甸地区匪患肆虐，土司府损失了不少税钱。 王大龙说，他可以求助省府，给我们一定的援助。您看，又是王大龙说，我中甸地区的事情我们自己来解决，不用那个王大龙。我只想为了土司府。你行了，只想想什么想？贪吃的老鼠必定被捉。可是我们现在不是……行了行了，下去。 阿爸，这次我们的假期很短，恐怕时间不够吧？达瓦，为什么我们中甸的马贼这么猖獗，屡剿不灭？正是因为民团缺乏正规的训练，没有纪律，不懂得战术。你是乐仓家的人，训练民团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可是我已经报名北上抗日了，康威教官。 你愿意再多住一段时间吗？扎瓦，我肯定是愿意留在这里。为什么呢？你有病，你的病很不好，所以我要帮助你管。康威教官，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？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舍不得离开我的卓玛妹妹？啊，确实是。哦，康威先生喜欢卓玛。是啊，阿爸。 康威教官还向卓玛妹妹求爱了，啊，那他答应了吗？他没有答应我。哎，桑吉先生，我是很喜欢这卓玛小姐。
我爱他，但是我知道他是个贵族人，必须得嫁给那个贵族。哈，正好我在美国，我也是个贵族。我的爷爷 First Marshall 是诺丁汉男爵，曾经是上院议员。康威先生，你喜欢捉马，我非常非常的高兴。你应该去见见我的哥哥多吉楚斯。是，我是想去见楚斯多吉，但是我怕他拒绝我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去露个面。康威先生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会帮助你的。谢谢，桑杰老爷，我就等你这句话。这怎么可能啊？我们是藏人，康威是个洋人，他们俩能在一起？哥哥，康威说他也有贵族的血统，我看他是真心喜欢卓玛。如果他说，我告诉你桑吉，我的卓玛绝不可能嫁给一个洋人。康威他想见您，您看。让他进来吧。多吉楚斯，你好。啊，我很好。坐。啊。坐。谢谢。新打的酥油茶，多。尝尝。谢谢。多吉先生。桑吉先生告诉您，是桑吉告诉我，说你喜欢我的女儿，是吧？确实是，我确实是非常喜欢卓玛小姐，我对卓玛小姐是一见钟情，我也对她表达过，但是她拒绝我了。她说她要跟多吉先生一样的爱情，要一样的期望和一样的故事。所以现在，多吉先生。你能不能告诉我契木河的故事？什么契木河？卓玛小姐她告诉我，您有一个契木河里头有非常浪漫的故事。哦，我问你件事情，听说你也是贵族出身？确实是，我祖父是英格兰诺丁汉的男爵，是上议院议员。哦，我听说英格兰也有女王。是的。现在的女王就是伊丽莎白公主。啊，太好了。我跟你这么说啊，我的女儿以后就是中殿的女王。我知道。知道。如果我同意她嫁给你，你肯入赘吗？入赘什么意思？入赘就是留在中殿做卓玛的丈夫。那要留多长时间？好，不长，不长，哈，一生一世。一生一世。我还得回美国。一皱眉头，我就知道你不想娶我的女儿。不是，我是非常想娶你的女儿。你听着，你想一想，她。不能离开中殿，你要回美国，你们的婚姻不成立，是不是？行了啊，叹完这口气啊，就可以走了。想娶我女儿？康威真的去我阿爸那儿求婚去了。是啊，卓玛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康威教官啊，是真心喜欢你。可我一点都不喜欢他。你说实话，你是不爱康威呢，还是不愿意丢下土司的职位呢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一点都不想当土司。可你生下来就是注定要当土司的呀。哎，如果有人愿意跟我换的话，我宁可当平民。哼，你可真是。
生在福中不知福，大腕哥哥，不是我生在福中不知福，而是我呀，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。你说每天像我阿爸似的，天天待在土司府，那么多的烦心事，要你宁愿意当吗？那你就更应该跟康威在一起了。你可以跟他一起离开终点，然后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其实我很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，每次听到神父讲到文艺复兴、工业革命。 还有巴黎公社的时候，我真的挺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。不过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而嫁给康威的。那是为什么？哎，我问你，如果让你娶一个你不爱的女人，你同意吗？哼，我当然是不愿意啊。大腕哥哥，以后你就不要再提这事儿了，行吗？嗯。哎，对了，其实我之前啊已经跟阿爸说过了。 等阿爸退了以后，就把土司的职位让给桑吉阿库。等桑吉阿库老了以后，就让给你。哎，朱茂妹妹，这可不行。我也不想当土司，我的理想是去北上抗日，报效国家。大腕哥哥，你真的要去东北抗日吗？嗯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作为军人，我不能眼看着我国的领土被外族践踏。大腕哥哥，你真的是个扛把汉子。 卓玛小姐，你好，我还是回去吧。卓玛小姐，卓玛，我这几天我没睡好觉，我没吃好饭，就是因为想你。卓玛，那你们先聊。哎，打我哥哥。 康威先生，你不是找我阿爸去了吗？阿爸怎么说呀？他让我留在这里。你答应了吗？我想答应，但我没有，因为我是个军人，我必须回到我的军队。康威先生，你做的对，本来你就应该回到军队，应该多去培养一些像我达尔哥哥这样的康巴汉子，要去抗日。 我走了。康威教官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卓玛的话，你就应该离开军队。知道了。你我都是军人，有的时候职责跟爱情会有矛盾，那种时候，爱情。 必须放到第二位。嗯。丹巴哥哥。 你看这是谁？一个很丑的马贼。不丑，是个英俊的马贼，是个英俊的康巴汉子。丹巴哥哥，这是我送给你的护身符，你要收好它。谢谢。 丹巴哥哥，我又向丁巴什罗大神祈祷了，大神一定会保佑你的。还有，你带我一起去杀格赞吧。这怎么可以呢？你是个女孩，年纪还这么小，报仇的事情，你不能去。我已经不小了，我会射箭，我都能杀死一头野猪了。你是不小了，何梅，你应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阿柱了。 我的阿柱就是你啊！我是你的哥哥，不是你的阿柱，我也不能娶你。为什么？丹巴哥哥，不管我阿爸跟你说了什么，我都不会听他的，我一定要嫁给你的。何总妈什么都没对我说，何梅，我不听。
我发布的誓言是不会改变的。我是个马贼，你是东巴京师的女儿，是个高贵的人，你怎么可以嫁给马贼呢？可是你说过，只要你报了仇，你就不当马贼了。我等你。只要当了马贼。 一辈子都是马贼。再说了，就算我不当马贼，我还能干什么呢？你干什么都行，什么都不干也行，我可以养你。我是个男人，怎么能让你养我呢？那怕什么呀，我愿意养你。何梅，何梅，何东班让我来告诉你，他要出远门了。 出远门，连长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！阿爸，你要出远门？啊，是啊，他的伤口化脓了，我要去一趟建堂。 去找天主教堂的洋和尚，把他的子弹取出来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不用了，你就留在这儿啊。阿爸呀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伦布啊，嘿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阿梅，你可别欺负她。何东巴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何梅的。我不要你照顾，我要丹巴哥哥照顾。何梅，我要回九龙湾了。 那我跟你回九龙湾。哎，像什么话呀？阿爸，你不让我跟你去，又不让我跟丹巴哥哥走，反正我不要跟他一起。哎，你，哎呀，你呀！何东巴，我送他们俩去吧，一路上有很多谜团，你应付不来的。好，这样也行。我也去。何梅，你不能去。你凭什么管我？何梅。 路上很危险，命都会丢了的。危险我就更要去了。要是你把命丢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？好了好了，你别添乱了啊！扎西啊，这两个人我就交给你了，一定要把他们送到教堂。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你就别回来见我了。我知道。你放心吧，我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。好，走吧。去吧。把枪收起来。 那不行，跟命战士，丢命也不能丢枪，没有枪我们怎么保护自己啊？你们俩穿着纳西人的衣服，拿着汉人的枪，想着死啊？小雪，听扎西的，把枪先藏起来。多大？哎，你先回九龙湾，告诉索朗，过几天我就回去。不，我要跟你一起去，这路上这么多马贼，你放心吧，我自己能对付。 扎西，你真的是马贼吗？我觉得你和别的马贼不太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别的马贼都是打红军，而你呢，却帮助红军。格赞是我的仇人，谁帮我打格赞，我就帮谁。那今天你来送我们，也是因为我们打格赞吗？ 你们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，割地主老财的命，而且还把他们的财产分给那些穷苦的老百姓。那你们就是汉人的虫草老爹。我们谁也不是，我们是红军。以前虫草老爹给我们定下规矩，
每次只抢两成货，尽量不伤人，更不能杀人。抢多了，我们就去分给穷人。遇到有些宅子闹饥荒，我们还去给他们送粮食。那你们跟水泊梁山差不多。水泊梁山是谁？水泊梁山你都不知道？那豹子头林冲，你总知道吧？ 豹子头不叫林冲，豹子头叫泽仁达瓦，以前也是个马贼。你呀，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你外号叫什么呀？快枪扎西。快枪？你打枪很快啊。想跟我比一下？不比。我们连长说了要节约子弹。我看你是不敢比吧。人长得跟枪一般高，多大了？16。 16，扎西，谢谢你送我们。不用谢。天下劫富济贫的好汉，都是一家人。我们可不光是劫富济贫的江湖好汉，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，我们不仅要打倒地主阶级，还要推翻蒋匪帮，推翻国民党伪政权，解放劳苦大众。蒋匪帮是谁？<笑>连长，他连蒋匪帮是谁都不知道。 那都是你们汉人的事儿，我怎么会知道？金色活佛是谁，知道吗？看我胳膊是谁，知道吗？干什么的？我们是跑马帮的，马国头受了伤。 我要带他去见堂治伤。你们是在搜查什么人吗？我们奉多吉老爷的命令搜查哈巴雪山逃匿的马贼。我们就是被哈巴雪山的马贼打伤的。是吗？他的腿上中了枪伤。那好，我看看。哎，走了。走吧，走。 又没找人，走吧，走。扎西，你说在哈巴雪山救了我们的同志，他们后来怎么样了？我看他们过了河，往东边去了。但是他们能回到部队，把侦察情况。 汇报给首长。我问你，你们这些红军到我们中甸来干什么？我们是战略转移，要开赴抗日前线，途中经过中甸地区。抗日前线是什么？抗日前线就是有一个小国家叫日本国，他们占领了我们中国东北的三省，成立了一个伪满洲国，还想占领整个中国。你说，要不要把他们赶走？日本人很坏吗？ 是很坏，他们把中国人不当人。所以你们是来打日本人的？对，我们要赶走日本人，推翻旧社会，让劳苦大众当家做主人。你们是好人，是我扎西的朋友。去。丹巴哥哥，你真狠心。 为什么不带我走？你是怕我会拖累你吗？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不会拖累。何梅，扎西不是好人。你才不是好人呢！我不想看到你，你赶紧走。何梅，当马贼的都没有好下场。我告诉你，你赶紧走。
刚才你说你们被哈巴雪山的马贼给打伤了，你知道他们往哪儿去了吗？那个时候，咱们顾命还来不及，哪还看见他们往哪儿跑啊？我看你的样子倒挺像马贼的。我的样子跟哈巴雪山的格赞比起来，那可差远了。你见过格赞？当然了，就是他带着马贼来抢了我们的货。他脸上那条疤，我死都不会忘记的。你们可以走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就。杀死虫草老爹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现在九龙湾的大头领索朗坚赞。那个马贼曾经是在三马大会上挟持了多吉先生，那是九龙湾的乍喜平措，三吉先生要杀死他，可是康威卓玛，我还没说